大家好，我是杰西。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五种减轻肩膀疼痛的方式啊。Top 5 exercises to relieve shoulder pain。Shoulder 是你的肩膀，那常常用电脑的人应该多少都有一些肩膀疼痛的问题啊，脖子啊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好 ，relieve 就是减轻和缓和的意思。好，那肩膀的疼痛，第一个。Arm cross chest stretch，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好，手在胸前伸展交叉，它要怎么做呢？好，现在就讲到一个，就是其实跟很多老师一样，都会强调每个英文的句子都是要主词有动词。可是你看第一个句子，它是没有主词，对，这个叫祈使句。通常有那种训练手册啊，用来教人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都不会有主词，它是一个祈使句。好，那 hold your right。Hand out in front of you, keeping it near your waist. 好 ，hold your right hand out， 把你的右手伸出去，然后在你的面前伸出去，对不对？然后让它靠近你的手腕。对不起，这里杰西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手伸直嘛，这样子可能好。Reach your left hand behind your elbow, pulling your right arm to the left and.Across your chest， 好 ，reach 就是把伸，对不对？伸你的右左手，好，伸到你的 elbow 是你的手肘的后面，好 ，pulling your right arm to the left， 把你的右手呢，把它拉到左边，好，横过你的胸前 ，across your chest， 好 ，if you feel pain in your shoulder， lower your arm until the pain subsides， 好。那你可以自己先做看，把左手放到右手的手肘后面，然后把右手肘拉过胸前。好，只要会痛的话，就把你的肩膀，好，把你的手臂稍微往下低，往下一点点。只要肩膀会痛的话，那 until the pain subsides 就是和缓减轻。只要有痛的话，让它不要再那么痛。The goal is to be able to pull your right arm across your chest without and pain， 好，这里就是故意留这个给大家看，因为刚刚其实本来有看到，就是很多同学啊，同学你只要看到这个有红色点点，不管杰西用的这个是 pages， 对不起 pages， 或者你用的是 word， 好，你看到这个红线表示这里有问题，你说 and 有什么问题？那 pain 是疼痛，疼痛它是 P 开头啊，怎么会是 and pain？ 好，这你就应该要知道你弄错了。好，这里看题意就知道我一定打错，应该是 any pain。好，你不会感到任何疼痛才对。Hold for 30 to 60 seconds, then relax and repeat with your left arm. Repeat 3 to 5 times. 好，把它举大概30到60秒钟，然后就放松，重复你的左手臂。好，重复3到5次这样子。这个就是其实有没有手放在前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在后面，有没有把它撑住，这个应该大家基本上都看过或做过，什么游泳啊或者做一般训练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在做这个手势的这个动作。好，那这边的话你有看到他在叫你什么，教你怎么做的时候都是祈使句，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if you feel pain in your shoulder, lower your arm until the pain subsides. 好，这个是假设语气。好，第一条件，零条件句，对不起，就是假如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你感到疼痛，那你就把手臂把它放下面一点点。好，这里也是一样，是一个祈使句。好，那目标这个就是主词嘛，动词。好 ，is， 那为什么后面接 to？ 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能够做后面这件事，所以呢，能够用 be able to。好 ，be able to 做什么呢？后面用原形 pull 这样子。好，第二个是脖子的舒缓。好 ，neck release。好 ，neck release。Sit up straight, then slowly bring your chin toward your chest until you feel the stretch in the back of your neck. 好，坐正，坐直，然后呢，慢慢的把你的下巴往你的胸口，好，拉下去，这就是低头的意思。好，一直到你感到那个你的脖子的背后有那种伸展的感觉。好，杰西很没有办法，因为杰西脖子开过刀。
只能低头，只能低到一点点，相信大家这个我就很难跟大家讲的感受了哈。大家就试试看，你低头低到你脖子感到哎紧紧的时候，这样子。Try leaning your head to the left to stretch your right shoulder, or leaning your head to the right to stretch your left shoulder. 好，那你低下去之后呢，就把你的头往左边。好，去伸展你的右肩膀，或者把你的头低下之后往右边，然后去伸展左边的肩膀。Hold the stretches up to 1 minute in each direction, breathing deeply as you concentrate on relaxing. Repeat 3 to 5 times. 哦，我的微笑又出来了。好，我这边一边讲解，大家眼睛可以一边眨一下，因为这样大概是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好，十分钟的话眼睛做适度的休息会比较好。然后他这边讲到呢，是把你的那个每一边啊都保持大概一分钟左右。哦不对，这个是五分钟的，我们把它跳掉。好，因为杰西已经用电脑用30分钟了，所以他叫我休息5分钟。好，然后呢每一边伸展的话呢，就是你伸展一分钟左右，这样子。好，左边低头，然后往左伸展一分钟，低头往右伸展一分钟。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当你在伸展的时候呢，就深呼吸，然后放松，这样子，保持3到5次。To progress the stretch, 好 effort.Elevate your arms as you pull it across your chest until it is the height of your shoulder. 好，你要进一步伸展的话，好，就举起你的手臂，然后呢，把它拉过你的胸前，好，直到是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在低头的时候，好，你的头脚是往右边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右手或者是左手，我觉得应该是右手，它上面没写。好，然后把它拉到那个放到肩膀的高度，哦，这样子蛮紧的，你可以试试看。好，然后呢，有人应该会想要问，对文法很计较的，为什么这边是 to 开始句子？你不是讲那个起始句的话是动词原形开始一个句子，对不对？为什么会有 to 开始一个句子？好，当你看到介系词带一个片语在句子的最前面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要强调。这原本放在哪里？原本是应该 elevate your arm as you pull it across your chest until it is the height of your shoulder to progress the stretch。这个 to 原本是放在这个最后面，然后拉到前面，会拉到前面的还有时间的副词，好，地方的副词这种的。好 ，in the morning， 或者是说 at school， 好，类似这种的。好，这个就是低头的。好，左边一分钟，右边一分钟，持续3到5次。好 ，chest expansion， 好 ，expansion 叫人家考多也会看到这个扩展，好，扩张，好，公式要扩展也会用这个字。Put an exercise band, rope, strap, or even a tie behind your back, and grasp it with both hands.好，你就把一个运动，现在很多运动绳，对不对 ？Band 的话就是像橡皮筋啊、带子这种东西。好 ，rope 就是绳子，好 ，strap 也是一个带子这样子。好，或者甚至是一个领带，放在你的背后，然后拉住，用两手拉住。好，杰西像女生的话，男生用领带，对不对？女生的话，杰西自己是用湿巾。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湿巾，你要拿毛巾也可以，比较长的那种毛巾，好是太短的那种短短的小短巾，但是不可能，因为你把它放在你的背后可以拉这样子。While holding the strap, draw your shoulder blades toward each other and gently lift your chin toward the ceiling. 好，这边就有点难了。好 ，while 是当什么什么时候？好，它是一个连接词，从属连接词。它这边本来应该是 while you hold the strap， 那我们可以把 you 把它去掉，后变成 holding。当你好，这样就变成一个缩减的分词构句。当你呢抓住你的那个绳子的时候啊，好，把你的肩膀
两边那个肩胛骨把它面对，就合起来这样子往内的意思。然后呢，慢慢的把你的头往上带上去，好，朝天花板的方向。Breathe deeply for 10 to 15 seconds and release. 深呼吸10到15秒钟，然后放松。好， repeat 3 to 5 times, 重复3到5次。这个其实不知道是脖子的问题，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做起来也很紧。 To progress the stretch, move your hands closer together on the strap. 好，你要加强你的伸展的话呢，就是把你的手，好，抓住了绳子的手往内往内这样子，更让它更靠近，这样子就可以加强伸展。好， seated switch, 好，上节一下就坐着。好，坐着扭转的话， sit straight up in a chair with your knees together, 坐正坐直在椅子上，然后把你的肩膝盖放在一起，这样我膝盖没有办法，好，我要坐低一点才行。 Twist your torso to the right, placing your left hand on the outside of your right thigh. 好，这个时候 twist 是转，对不对？ torso 就是你的躯体，你的身躯，转到右边，然后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右大腿的旁边，好，右大腿的外面。 Relax your shoulder as you look toward to your right, toward your right, 对不对？ toward 就是 to, 怎么还会重复呢？好， relax your shoulders as you look toward your right, 好，看向右边。 Gently, 好，这样看自己就知道自己写错，念起来很怪，对不对？ G-E-N-T-L-L-E, 那去 E 变 Y。Gently pushing on your right thigh. 好，当你转过去之后，对不对？你的肩膀放松，然后你看着右边，然后把你的那个左手呢，就是去推你的右大腿，这样的意思。Breathe deeply for 10 to 10 seconds and release. 呼吸10到15秒，然后放松。Repeat with your left side.Repeat both 3 to 5 times. 好，再重复，就是重复，就是你就是左转嘛，对不对？然后看左边，然后右手呢握住左大腿的外侧，然后深呼吸10到15秒，重复3次到5次这样子。好，已经四个了。第五个，这个就比较难了啦，就是 the 90-90 shoulder stretch. 好，90-90的肩膀伸展是什么意思呢？要站起来 ，stand in a doorway.在门廊那边 ，hold your hands up to your elbow at 90 degree angle, and your arm forms a 90 degree angle to your body at the shoulder. 这好难啊！这是为什么我要写下来？我真看不太懂。就是对运动方向这种的，我真的很不行。有一些呢，我真的直接可以看得懂。这个我自己没有翻译过来，我都要想好久。好，他这边说的是什么呢？好，你把你的手臂呢，好。把它hold your arms 举起来，然后让你的手肘好跟你的手臂是90度的，然后呢你的肩膀它是说is at 90 degree, 就是你把手握起来，对不对？然后你的手肘是90度的，对不对？跟你的肩膀是90度的，然后你的手臂呢会是就是跟你的肩膀，我自己在写什么都看不懂。好，你的手臂跟你的身体在肩膀的位置是90度的，就是把它你双手往前伸，然后把手上手臂举起来往内，这样就90度了。好，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容易。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把手放在门那个门框的两边。Place each hand on one of the sides of the door frame, placing one foot toward as you stand straight, align your neck with your spine. 好，你的一脚往前，然后你站的时候是站直的，所以呢，你的肩膀好，你站直的，所以你的那个不是肩膀，对不起，是你的脖子跟你的脊椎好是成一直线的。好， lean forward as you brace yourself against the door frame. 好，往前倾，所以你是靠着
你自己会是向着门框靠近。Hold a stretch for 20 to 30 seconds. Repeat 2 to 3 times. 好，把这个伸展呢就维持20到30分钟，然后重复两三次。这个我觉得很难懂，这个应该就是手臂靠伸直，应该我在墙上也可以吧。对，手在墙上也可以，然后手 一个往前，然后往前倾这样子。哦，这个动作，你的肩膀，哦，我肩膀好痛。好，就是有肩膀问题的人可以尝试做一下。那到底有没有效呢？杰西这几天来做做看，因为这几天真的很不行，每天都是这样。好，腰酸背痛肩膀痛的是一个老人家。那大家可以练习看看，有帮助的话就可以分享一下。好，对不起，今天讲的有一点，这一定讲得很长，我知道。好，我尽量缩短，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